好的，那这次迎招聘活动是今年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天招聘活动为装备制造、电子电器、工业互联网行业专，持续到下午5:30。河南省国土资源焦作有限公司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。些事项。那据了解，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已经成功举办2次，搭建了优质平台。今年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大会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就业人群，陆续开展系列化的网上招才引智和赴省外招才引智活动，广纳天下。